萧敬腾老师一直就没坐下来过哈，坐不下，坐不下。有什么要说的？我很激动，我很喜欢这个作品，我觉得非常打动我，真的真的真的，谢谢。队长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孟慧媛。好，请。感受你心里的温度，怕你在寒风里会哭，快让我领悟，我不想你这么孤独，快让我清楚是什么种在你内心的领土。可以，手还给我。我喜欢他的声音，然后他情感的诠释也很到位，我觉得不多不少，很深刻，很干净。他一直用一种很真诚的方式在创作，选择的音符都非常优美，还是非常看好他未来的发展性。我还不习惯你不在门后，给我回家。我们投票吗？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待定。下一位，我觉得他的作品非常让人惊艳，孟慧媛。时间忘了谁沉浮，不被理性束缚，放大放肆来的舒服，越是美妙越是无助。就跟着你一起停止呼吸，那种感觉非常棒，孟慧媛，恭喜。云袖衣裳如此漂亮，却无人共赏。装点花样落在眉上，浪旁无半丝声响。可能这十年来就是让我听过最最美的一首中国五声音阶的作品。谢谢谢谢。该怎么关心你呢？你的样子好像也被生活打败过，可你又长起来了。我看着你的文字，看着你唱歌，每一个表情，每一个细节，我就再次肯定我的决定绝对不会错。他呢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，从最早的海选到现在，他一直用一种很真诚的方式在创作，即便有瑕疵那都是非常美的。队长你好，我的名字叫做孟慧媛。好，